的吗？对，我是干销售的。干销售的，你干的什么销售啊？干的什么销售啊？干的是、干的是这个商城里面化妆品柜台里面的销售，懂吗？就专门给你们这种小姐推销一些化妆品的，懂吗？我感觉你这个铁人的功力啊，我一旦掌握了，我觉得我的业绩应该可以更上一层楼。嗯啊，老板，你是卖化妆品的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这边商场里面卖化妆品的小哥都长得可帅气了，就是又帅又会打扮，个子又高，说话又好听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就是一般就女导购就跟我推销化妆品，夸我好看，我就感觉他在骗我。但是一般男导购说就长得又帅，然后就是说话又好听，我就相信就是我是真的好看，然后我就会买很多化妆品。就是女生买化妆品的话，你只要夸她好看就行了，吹吹彩虹屁什么的。哦，你平时会买那个化妆品吗？啊，我平时会买呀。你平时会买？你一般买什么牌子的？啊？一般就什么牌子都会买，就买那种，就看到什么就买什么，就对牌子倒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就能用就行。什么叫能用就行？这个化妆品往脸上涂的，你要买那种劣质的烂脸怎么办？啊？那你是不是卖的那种就是比较好？我卖的是那个名牌的，像什么一些名牌的化妆品，什么 SK2 这种类型的，专门给那些哇那个美女，一般来店里面都是女士较多一点。你能叫我两张吗？比如说你骂人了，比如说你叫我对，怎么样他才可以买你的化妆品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很简单，就对他的颜值夸就完了。你就说，你知道恐龙为什么灭绝吗？啊、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前肢太短，没法为你的美貌鼓掌，所以他们就难过的死掉了。怎么样？你这个好尬呀，你这个。还有，以你这样的脸蛋，每天活着是什么感受？就想体验一下。这一句怎么样？这一句啊，这一句感觉也挺尬的呀。你平时舔能这么舔啊？就我没有卖过夸，我没有夸过就是女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般就打游戏的时候。哦，你没夸过女生，你夸过哪里？夸过男生呢？你啊，你已经死了。就平时接单的时候就会稍微夸一下。嘿嘿，哇厉害啊。老板，你这个操作这才3分钟不到就拿阴血，还好吧？刚才被你夸了一下，感觉瞬间充满了力量，不愧为塔姆代言人啊你啊。老板，你的技术好奇怪啊，一下子高一下子更高，有点让我看不懂。什么叫一下子高一下子更高是什么意思？那你最近，那你会不会最近那个很火的什么哥哥的腿不是腿，什么什么的？啊，我就是那个哥哥的腿不是腿，塞纳河畔的春水，哥哥的背不是背，保加利亚的玫瑰，啊，哥哥的腰不是要夺命三分钟弯到那个吗？啥呀？哥哥的嘴不是嘴，安河桥下的清水，就这四句我都会背了，早已烂熟于心。小姨，我跟你讲啊，舔到最后可能一无所有，懂不懂？你平时是干什么的？感觉你口活挺好的呀。我刚毕业，刚毕业在就是。对，边学车边那个做陪玩。边学车，你学车想要开车啊？你学车干嘛呀？对，想就是当个司机什么的。当司机啊？就无聊跑跑滴滴。哦，跑滴滴，你得有车，你没车，你跑什么滴滴呢？所以就先学着呀，先学着学一手，备不时之需。女孩子当滴滴司机。很少啊，我平时打滴滴遇到的女司机挺少的呀。你不怕？我就
你不怕你不怕这个有坏人等下给你掳去了等下。我是想先学一个车，就多掌握一点技能。哦。你打野在下面。你多大了？我、哦、今年23。23啊。对的。嗯。老板你多大了？老板今年的话26了，快27了。26了。啊。所以感觉听你的声音就比较成熟，就是那种成熟男的魅力。成熟吗？感觉，而且你又是化妆品销售，感觉你肯定长得很帅气。被你发现了。不过也不是，就是、我你知道我的学校是什么学校？我在那个化妆学校读过书，所以说略懂一二，懂吗？那你平时会化妆吗？就像那肯定啊，那平时必须得化妆啊。懂不懂？我平时也化妆，但是我就是化的不是很好，就是我会自己看一些什么，就是化妆教程什么的，然后就跟依葫芦画瓢，但是好像画的不是很可以，不是很好。就是、没事，我对这方面有点研究，到时候你给我发张你的脸了，我看一下你应该怎么去修饰你的脸，好吧？这个没关系。怎么去修？对。这么好吗？这个作为一名化妆师呢，无非就是对吧？女孩子的妆还是比较复杂的，懂吗？这个眼睛、眼睛和鼻子还是很，最主要是眼妆，眼妆是很最难画的，懂吗？眼妆吗？对。那你平时会就它包括那个眼影、涂口，它包括眼影，然后眼睫毛，然后呢那个这个卧蚕这个部位都有，眼角这个位置都要画。所以说非常的复杂，不过没关系啊。那今天你运气太好了。老板，你真的不光游戏打得好，对化妆也这么有研究，你真的捡到宝了。嗯，捡到宝？捡到啥宝？来，就是感觉你就是那种网上说的宝藏男孩那种。哦，宝藏男孩啊、哦，那还好吧。对。他们说我平时有些这个身边的朋友有一些有人说我挺娘的，但是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化妆的男孩子就感觉怪怪的，对吧？在一般人的眼里，男孩子不应该阳刚一点吗？我觉得化妆的男孩子也不是娘吧，有像你就是工作原因要化妆，你要给别人介绍你的彩妆产品嘛，你肯定得自己化妆，你都不用在自己脸上，别人怎么会买，对不对？我感觉你应该是那种很敬业的那种销售，而且你对彩妆又那么有研究，销售得靠嘴啊，销售我嘴也不行，我感觉小姐你舔功了得，平时应该经常会舔吗？没少舔吗？我就因为我有时候我是这么觉得的，就我当陪玩嘛，然后我不会像你那样就是很 carry 嘛，我就会玩一些辅助啊什么的，我就觉得我就是希望老板开开心心的，就不管输了赢了都开心，就是输了还开心呢、就是、输了不开心、啊、就是怎么说，就是比如说输了就哎呀，我们家 AD 又没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还好你还没，哎，你玩风女还可以，挺稳的。AD 都死两次，你还没死。卖队友有一手啊，学会了。不是，刚那个石头人，他大给维恩了，他大给维恩了。石头人大都已经六了是吧？没事，我等一下去下路帮一下。问题不大，问题。我出个香炉。你说要舔功，就是可能就是这个舔人，就可能就我从小就是有这种，可能就我就是这种性格。我跟你说一段我上学时期的往事吧，你想听吗？你说我就听了。哎呦，这都没死啊？不是吧？这都没死，算了，我这一套为什么杀不掉他呀？就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很小嘛，也不是说很小，就青春期的时候，就那时候懵懵懂懂的，不像现在已经就有点年纪了。然后那时候就暗恋一个学长，就暗恋了挺久，但他一直都不知道我喜欢他。
然后我就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就会给他准备礼物，然后让我的闺蜜给他，然后他都一直不知道是我送给他的。你让你闺蜜给他，那你的心可以有够大的啊。不是，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好意思给他。走位 Q 一点蓝，哦，死了，再见。哎呦我这暴女其实不应该交缠，她应该是死了。哎呀可惜了。好吧，你这波操作可以，这波操作有 faker 的样子了。这波操作哇好打野，怪这个暴女其实不应该闪现的。嗯，这暴女打得有点莽。嗯，感觉她死了一点。这把好像我们有点逆风了。没事的，老板，你这么厉害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哎呀，不是吧？没关系，只是暂时的失利，我觉得暂时失利，咋的了？你还要 C 啊这把？我觉得你这把肯定能 C 的。我 C 不是为什么要我 C？ 不是应该你 C 吗？我尽量 C， 我去做点试验，做点试验。你这个闪现是啥意思啊？你闪现准备给他挡 Q 啊？这个石头人可以，有点意思啊。哇，哎，你这波操作天神下凡。天神下凡。可以。我来了。还好，问题不大。这石头人还放个闪现是啥呀？没看懂。我先溜了。操，骗了个闪，赚了，漂亮啊！蓝枪没闪，小心一点。你中路做个视野。哇，我以为蓝枪有道，还好骗个闪，其实也不亏，赚了。可以的，你这波，哎呦，哎，漂亮啊！这也能空，能跑吧？不知道能不能跑。能跑啊！哎，漂亮！溜溜球！哎，你为什么这一波还能死呢？你不是应该跑呀？哎，我操！ A 一下，不是吧？这给男枪怎么突然他就六个头了？这男枪，就差一丢丢，我们心态稳住。我觉得有你在，我们这把还是可以的。我做试验。好吧，你平时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呀？就除了彩妆啊什么的，就兴趣爱好是什么？兴趣爱好是什么？就除了打游戏啊，兴趣爱好就除了就是小姐姐啊，打游戏什么的，还有什么就别的兴趣爱好？你给我打。兴趣爱好是啥？嗯，兴趣爱好是跟小姐姐一起打游戏。哦，小姐，你的比心 ID 多少？我的比心 ID 是30077385，30077385，30077385啊。对的，哎呦，我要回家了。这个 EZ 伤害好有点高。那你平常会就没有别的兴趣爱好吗？你喜欢宠物吗？猫猫狗狗的。宠物还可以，养过宠物，但是怎么说呢？我这个人不是很，我比较懒，懂吗？好吧，那你应该也不会自己做饭什么的。做饭呢？做饭的话，有偶尔会做一下。你会做饭呢？我兴趣爱好就是做饭，然后你兴趣爱好是做饭，那你为什么不当个厨师呢？就女生当厨师的话，就可能就体力跟不上吧，就做厨师也是比较消耗体力。做厨师消耗体力吗？对啊，你要端锅去炒呀什么什么的。那你可以去健身呢，锻锻臂力，锻炼一下臂力。
就我平常会就没事的话，就是接单的时候就会就做饭什么，就我家做饭基本上都是我做。哦，可以可以，这波先回家，是不回去，是跟。我都不知道这个男枪是怎么超神的，他就夸夸一顿超神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懒的男孩子其实挺有福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补的，一般懒的男孩子都能找到一个就是很勤劳的女朋友，能把你照顾得很好的那种。照顾啥呀？照顾、啊？不是，就是一般男孩子懒的话，就他女朋友就会很闲，会很勤劳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那种。互补你知道吗？互补、哦、就比如说我啊，就平常做家务啊，做饭。不是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你搁这谈恋爱呢你啊？不是啊，就是我平常会做的饭还挺多的。你喜欢吃什么？你会做饭，我喜欢吃什么？对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啥意思？哎呀，不好，这石头人直接放个点了，动都动不了。没关系，石头人撞我900滴血。这个石头人装备有点好。今天的游戏体验太差了，今天游戏体验我好，怎么赢一把这么难呢？不是吧？哎呦，漂亮！哎，漂亮！没关系的，我们心态。哎，我操，踢到了！哎，好治疗！哎，没办法，你应该把大开一下，把这个盲僧的 Q 打断呢。哦，老板说的对，我刚刚没反应过来，我想给加个盾的。四。我去中路，去中路。来了，老弟。老板，你这波操作已经很极限了。就那一波，我跟暴女两个人配合给这个人拿了一个双杀，那一波有点炸了。哎，老板，我觉得你的游戏理解挺好的，就我多跟你打打游戏，感觉能提升一点，会不会实力什么的。跟我打游戏提升啥实力？你玩个就感觉你有游戏理解挺好的，意识到位。来了来了，我刚才说的话我都会记下来的。去，我单带了。不是，我这把怎么补95个刀呢？对面这个男枪我觉得超神也达不到你的游戏高度。我这再玩3000把也不如你，我们家豹女又没了。这把刀，就豹女那一波拿了个头1-4，就连死4次了。那一波给男枪拿了个双杀，有点伤。这进击录到我们家里面了，感觉可以去。我拿个红 buff。好 Q 好 Q， 哇！这波单杀，鼓掌！1000块钱呢？这波操作真的，这个人居然值1000块钱。你这种操作不去打职业，你在这里卖化妆品吗？这波打啥职业？这把都快输了，还打职业呢？不是不去打职业，扬名立万吗？就是卖化妆品。我溜了。机会还是有的，对吧？天神下凡，2500块。我觉得有你在我们这把还是很有希望的。我就出辅助装。这个石头人有点克咱们呀，这把哎，伊泽瑞尔在偷红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们在拆我们家的水晶。好操作啊！伊泽瑞尔在我附近呢，阴他一下。可以。我来了。
他们五个。我这里没有眼，我这里没眼，机会。好。哇，牛批！这波手速也太快了吧！这两波终结，我靠，好多钱呢、啊！来了。我这里也没、哎、我没了。王森召唤了峡谷先锋呢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小心啊，小心石头能开到呀，完蛋。守，能不能守一下，能不能守一下。老板，你刚刚说就是我给你发照片，然后你就告诉我一些彩妆技巧吗？你可以发我看看。哎，石头人闪现开大，怎么说有没有搞的？给我带个套来。我溜了。哎，这波虽然没杀掉，但是他们就没有往前了，还行。哇。哇，伤害有点高啊！啊，前期其他路先推塔呀，先推塔呀。嗯哼。哎，漂亮！先守塔呀，没人守塔吗？他们都是残血，都是残血，三个残血。这个太难了呀！他们为什么不去追后面的？我先回家。哎，漂亮！等我把叶之风筝买了啊。我做点事业，做个护甲鞋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做一波护甲鞋，做点眼。老板，这把要不是你的话，估计我们20分钟都撑不到，就没了。这把应该可以赢，这把上单还可以，上单是优势，打野是优势，还好，就下路稍微有点崩了，其他路都还好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有想法呢你？男枪这几波连续死很伤呀！啊，你一打单。还能杀一个牛皮，期待拍拍眼。你在吃什么？我在喝水，没吃啥。你今天吃粽子了吗？今天吃了一个蛋黄粽，没了。就吃了一个粽子、啊、我喜欢吃肉粽子，也跟我一样，我也喜欢吃肉粽。你喜欢吃那个甜的吗？不，我不喜欢吃甜粽，我喜欢吃就是咸的，然后肉粽就是那个肉、啊、肉肥一点比较好吃。我说肥一点好吃啊，肥一点不会吃起来很油腻吗？不会啊，我就喜欢吃肉。那你吃肉不长胖吗？吃肉，来，中路打起来了，快回去！我吃饱了、哎，我饭量哦，你饭量比较大，就基本来了。他应该不敢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我溜了，可以，这波溜的可以，反应很快。你吃肉不长胖是吧？你哪里的？就也会长胖。打起来了，来了，哎，我溜了，不好，好吓人啊！我操，漂亮！可以，这石头人我打他都不掉血的，嗯。
石头人打他不掉血，我应该不太相信吧。好歹掉一点点血吧，漂亮。戴个出个护甲鞋，出出护甲鞋，做点眼。再做个做个。小姐姐哪里人？我是，你猜一下，就我给你个提示。啊。就是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走出我这个城市。没有一只鸭子。我哦，烤鸭就是，你是北京的是吧？不是不是。烤鸭吗？北京烤鸭。不是烤鸭，还有一个地方也有啊。还有那个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是南京的，南京人也喜欢吃鸭子，就各种。南京人也喜欢吃鸭，我咋不知道呢？对啊，什么，就是什么盐水鸭、桂花鸭、烤鸭、鸭血粉丝汤，你没有听说过吗？没吃过吗？哦，听说过鸭血粉丝，哎，我操，我溜了，我溜了。把我拦了，我拦了，没拦了，没关系，我有。我没拦，我可以翻墙。哎，还追啊！我操，这个小伙子，我操，我有点忍不了。牛逼！我加波血，加波血，加波血。先回家。你平常会吃鸭吗？就是鸭子什么的。像我基本每天都会吃，而且我也喜欢自己做饭，所以我比较喜欢吃美食什么的。哎，我也喜欢吃美食，可以。我也是个吃货，但是我喜欢吃火锅。你想鸭的话，我喜欢吃那个鸭肠。我也喜欢吃鸭肠，你喜欢吃蒸吗？鸭蒸。啊，都可以。嗯。鸭头也可以啊，猪大肠。我们家是猪大肠，这个也喜欢吃啊。那你口味还蛮重的感觉。我重口味啊，你。不太喜欢吃。嗯。重口味啊，我也是。你太喜欢吃猪脑。哎，我怎么打不过他呢？我就奇了怪了，这个剑姬为什么可以这么狠？我溜了，因为他你前、其他前期那个下路崩了，跟你已经打得很好了，他们就装备有点差距，已经很棒了。贵贵，这谁顶得住啊？给眼，他们要去打大龙去了。来了，给我。他们想打大龙，他们在搞什么鬼？来，给我带个套来。但是我没眼了。把他们吹开。可以啊，我已经 AOE 打足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的表演了。漂亮。好吧，你这波输出可以。我输出，哎，维恩的话没看懂啊。哎呀，这一波暴女不在啊！我们四打五这一波一换四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因为你这波打的可以啊，本来你真的很棒，这波操作。你说我迄今为止遇到过，就是最厉害。这个暴女干啥呀？赶紧把鼠标丢了吧，回去养猪吧，回去。我靠，你在玩什么东西？这个人。我先、哎、啊，我被大龙。能打吧？哎，你死之前，哎，可以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哎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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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还在打呢？哎，怎么还在打呢？我都说了叫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们怕打不掉吧？可能怕。啥打不掉？对面还没活呢。过分了，小龙。好像是拿不掉了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就算没有大龙 buff， 还是比我们有大龙 buff 的。哦，溜了。
小姨，感觉你是听起来没有那么花里胡哨，但是感觉是那种很居家的那种类型，讲道理，是吧？对的，平常我平常没事就做做饭做家务。感谢蓝妹儿送的狂欢火箭，谢谢蓝妹儿。你平时很喜欢做家，女孩子不都喜欢不喜欢做家务吗？你怎么喜欢做家务呢？哎，我不做，就是我妈做的呀，她每天那么累，哦、我就。哎呦，好女孩儿，哎呦，我这里没有眼呢，为什么可以看到我呢？不能搞啊，这一波失误了就一波了，我回家买个黑切吧，等我。好，等你，我给他们发信号，不要打，别打别打啊，别打黑切。好，放心。瞎子，我有点忍不下去了啊。大没开出来啊，好肉，这人都蓝盾了，哎，一下两下三下，一下，哎，漂亮，一下。哇，可以，可以啊，薇薇，你就是 UZI， 你就是冷帅，你就是 UZI， 可以啊，这一波居然他还能打赢，主要是你。就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估计我们家就二十头了，真的，就只有你前期打得好，你才能后期输出呀。小姐，你这把舔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这样子讲道理。不是，就真的这么觉得，因为我们前期温他是比较弱的。你这么一直舔的老板，说实话很尴尬呀。很尴尬吗？舔的老板受不了了。受不了。那丹，我这把又不能 carry， 我只能夸一夸你，不然你会觉得我感觉就是我就是来混单的，就是浪费你的钱了。毕竟小颖，你这样非常让人舒服，就给人感觉非常舒服。我必须要让我的同事关注一下你，我的化妆品同事。必须要给你关注一下。你的同事是不是都是那种帅哥啊？帅哥啊，我的同事都是美女。啊，美女我也喜欢。美女也喜欢。你这小姐姐从头到尾，从头舔到尾，我必须要给你涨一波粉呢。我就是峡谷拉拉队。来，搞他一手。小伙子很膨胀的小伙子。可以。推塔。推塔，冲！哎，他们家剑姬好像在偷，剑姬好像要偷，给他偷呗，我一波了，给他推吧，一波了，可以。瞎子和伊泽瑞尔出来了，大虫子在家，大虫子可以守。哇，这波翻盘就很好，加一波血。剑姬，你能杀掉我，把屎都吃了。哎呦，我大好像。你这闪现交的不亏吗，老弟？家里高地要掉了呀。啊，有波兵。有波兵。哎呦呦呦，赶紧出来！哇靠，这个兵好难受啊！这大虫子怎么不看一下兵线呢？他们好打起来了。过分了，薇恩换人了吗？输出好高啊！薇恩是不是换人了？薇恩都快高的 life 了。他这个果实怎么没加？这果实怎么没加？哎呦，不会一波了吧？不会的。哎呦，会一波呀！他们但这个血量有点危险啊！我准备一打五了。我跟你一起，你跟我一起啊，可以来。嗯。我叫你给我带套，你要带套啊！你躲在这里，躲在这。带套来。好，我给你加。加血吗？
先不用不用不用交。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。牛批！哇，这波一打三，我都没有开大。哇，你这个操作真的是。这个有操作吗？这个没有操作，有鼠标就行了。嗯，家里守一下。没人守家吗？我回家，我回家。无处可藏。你不用回家呀。我跟你。你跟着我吧。大龙吗？好好好。大龙，大龙，大龙。嗯，还有个剑姬加石头人来了来。没事，你有大的火，等文渊过来。可以可以，好好好。我去插一波眼，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打大龙。漂亮，小龙拿了小龙。哎，算了，不打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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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，不要以为你有几分操作就了不起了。嗯，像你这种人，我接。见一个爱一个，打起来了啊！这波你压到必须要给你杀了啊！这么膨胀，这波可以。温一打三了，温一打三了。温那可以不？跑掉了。他刚才一打三，大虫子走了。大虫子刚为什么没上啊？我不知道，不清楚啊。他们好像想一波呀，不是吧？他们还真想一波。守一波，守一波。哎，到位啊！这一口我们可以的。那就感情是很深，走位。不是男枪，你到底是什么造型？到底？这把排位打得我像在仿佛是在打比赛。小龙来。来了来了。嗯。我吃果子，我不追你，老弟，那就怪了。我溜了。老板别怕，我来了。我溜了。我来了，给你加波血，你要回家吗？不用不用，我回家，我出来很快的。行行。那我跟他们去，跟他们去打。一二，他们想守这个远古龙。这个有点吓人了呀，他。薇恩在打，薇恩在打。算了，饶你一命吧，直接大龙了，不好意思。老板，你这波就很善。哎，你们有远古巨龙，你们跟我打，可真有你们的。少女没了。嗯，哎，小小一子儿，死不死？死了没死啊？还不跑啊？那你过分了呀！哎，这边有三个。给我大大有没有？我没大。没大啊？那算了。老板，这波，我想保护你。这剑姬太肥了呀！还好还好，兵线没有。他们想推高地呀！不是，你怎么还在吃东西呢，哥？我靠，你的心太大了吧！偷家里呀！哎呀，这剑姬好肥。能守住吗？还好吧，只要这个水晶不被推就行。嗯。到位啊！大虫子伤害还是有的呀，讲道理。到位，到位。复活了，复活了！我们能一波吗？我们好像一波不了，没有兵线，好像一波不了。我去杀这个瞎子。好，好好好。
哇，这波单杀，这是行云流水的操作，可以的。在你后面，你可这玩魔术呢？你可这啊？怎么说？有没有机会一波？老板你好幽默啊，玩魔术。这大虫子好大，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富婆喜欢那种风趣幽默，然后技术好的。操！都可以。这个暴女这把玩的不是特别厉害。W 推了的。感觉你都可以，感觉你都可以当陪玩了。我当陪玩，我当锤子陪玩。大概感觉你就游戏大的。我推塔，我推塔，我推塔，我推塔。你们为何不推塔？我一直在推，我在推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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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了。牛批，老板这把就全靠真的。这谁顶得住啊？厉害厉害，点赞！你看你打了13.8分。小雨，你这把从开始到结束压根就没停过，我靠！因为你真的打得很厉害，真的很棒呀。可能我一直都在那个白银黄金分段，然后就第一次遇到这么厉害的，而且还是老板。厉害一般。老板，你说给我指导一下，那个就是那个化妆的那个还算数吗？啊，算数啊！你先进来了，我必须要让我的这个化妆同事必须要关注你一下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感谢子虚送的一个飞机啊！大家记得给这个比心小姐关注一下，怎么样？300077385，可以吧？关注一波，好不好？关注点一波，不点永久关播。兄弟们，求求你们关注一下啊！300077385，给这个小姐姐涨一波粉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，好吧，兄弟们？关注一下。哎呦，差点结错了呀！差点结错，一天白干了呀！哇，喂，你加我好友啊！你加我好友了。好好好。加油，加我好友，发我就行了。好的。好。是发照片还是视频啊？你看哪个看的就更。视频啊，那是视频吗？好吧，视频我看看，好吧。我发一些好的。好，丑艺啊。发送，我找一下。兄弟们，马上就可以扭蛋了呀！有没有什么需要提升的化妆地方？因为有时候就我感觉我眼妆化的会有点浓什么的。我猜你长得应该不是特别好看吧？应该。我长得比较一般，我感觉我有点微胖的那种感觉。微胖。怪不得说喜欢吃肉呢，那你肯定微胖呢。啊，老板你是专业的，我相信你肯定各方面都挺厉害。微胖是吧？打游戏。谢谢雨林送的一个爱心寿司啊！谢谢雨林。微胖的小姐姐，也挺好的，有些就喜欢微胖的、肉肉的。是吗？啊，我给你视频好像发出去了两个。我看看啊，瞅一眼。你跟我的想象出入很大呀，我以为你是个长相比较普通的一个小姐，没有想到看了你的视频之后感觉让我同事恋爱了。啊